最佳男主角奖，李红旗，醉生梦死，郭富城，踏雪寻梅，冯小刚，老炮儿，郑超，烈日灼心，董子健，德兰。恭喜以上的入围者。最佳女主角奖，林嘉欣，百日告别，张艾嘉，华丽上班族，宋云画，我的少女时代，舒淇，刺客聂隐娘，赵涛，山河故人。恭喜以上入围者。张作骥，醉生梦死，徐克，智取威虎山，三 D， 侯孝贤，刺客聂隐娘，万马才旦，塔洛，贾樟柯，山河故人。恭喜以上的入围者。最佳剧情片，醉生梦死，踏雪寻梅，刺客聂隐娘，塔洛，山河故人。恭喜以上全部的入围者。我是主持人喜梅，谢谢刘同学。其实小米今天要为我们来揭晓入围名单，只有另外一个重责大人，就是要为我们公布第52届金马奖年度台湾杰出电影工作者得奖得主。那其实呢，从去年开始，金马五一开始，我们就会在入围的记者会上面公布得奖得主。那么除了既有的奖项还有奖金之外呢，我们也会有富邦金控提供的50万元，要提供给这些优秀的电影工作者，持续的在为我们台湾电影努力着。好的，我们现在马上把名单交给了湘琪，请为我们公布今天第52届年度台湾杰出电影工作者的得奖名单以及得奖原因。第52届金马奖年度台湾杰出电影工作者得奖的是侯孝贤。评审们一致认为，侯孝贤多年来热心于电影事务，更是《刺客聂隐娘》这部重要作品的灵魂。他杰出的成就与不妥协的毅力，不仅把台湾的电影带回到国际的舞台，更为创意创作这件事立下了标杆。这不是锦上添花，而是对他最高的致敬。